被害人谢兴达遭到歹徒射击。如果你是一只鸵鸟，我一定是那鸵鸟。然后后来一夜之间就爆红，他从50块变成，我知道当年他是30万一天了。如果兄弟他包了党，他是不是要去卖票？就底下人通通都去卖。华丽秀场的暗黑文化，锁定周六晚间9点首播，台湾大搜索。